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偏方小百科，我是 Ken。 今集想跟大家讲一讲哮喘的问题，都是应网友要求的，因为之前有网友就想我讲一讲哮喘究竟是怎样搞法的。好了，我们每一集都是，我们这个频道是专门讲一些健康的资讯，怎样可以令你不用吃药，可以医得好你自己的病的。如果喜欢的话，你就记得给个 like， 跟着按个钟，跟着 share 给你身边如果有哮喘的朋友了。好了，我们讲一讲哮喘的成因是什么先。普遍坊间依家你去看医生，譬如假设依家去断定你有哮喘，其实只有两个成因的。第一个成因就是说你因为外界接触到的东西，譬如你现在你突然间你接触到一些人家油漆那些油的味啊，花粉啊，二手烟啊，跟住有些人就说接触到很多尘啊毛啊，这个是个其中一个成因，是外界令到你有这个这样哮喘的，即是外界 trigger 到这个病的。好了，另外一个成因呢，就是你本身自己免疫力那里呢，他们的讲法是免疫力攻击自己就形成哮喘的。即是说你长期呢在那个气管啊有低度发炎啊，咁跟住呢就他会有好痕啊，跟住那个黏膜又增多了黏液啊，即譬如你现在喉咙啊气管啊，它多了黏液，你咪 feel 到痕咯，咁你咪要尝试咳它出嚟咯。咁得两个成因嘅啫，即一系你本身你身体里面有炎症，即肺部啊，跟住嗰个气管啊有炎症会造成哮喘。跟住另外一个讲法咧，就系你吸入咗一啲致敏源，令到你有哮喘。其实咧两个玩法嘅啫。咁好啦，我哋就再谂多一层啦。其实咧，正常人咧，佢即系又或者是以前嘅人咧，其实哮喘系唔普遍嘅。依家嘅哮喘，譬如喺美国咁样啊，每年咧系几何级数上升嘅，即系断10%、20% 咁样一路加上去嘅。点解会咁样样？咁其实咧最主要嘅原因，我今次系讲俾大家听，其实系因为咧两个原因嘅。第一个原因就系重金属中毒。咁有啲咩重金属中毒会令致到你会有哮喘嘅咧？其实最主要嘅重金属系水银、铝同埋铅 （copper） 呢四种重金属咧，系会令到你咧会 trigger 到有哮喘。咁点解我咁讲咧？咁你会话喂唔系嘅，我依家我屋企嗰啲水咧就系铜锈嚟嘅，就。不是原水嚟嘅喎，咁點解我會吸到啲水銀啊或者鋁啊？咁其實我可以大概講一講俾大家聽嘅。如果大家有出街食嘢，即係 even 你依家你有唞氣啊，你就吸到依啲嘅啦，吸到依啲成分嘅，即係譬如出街食嘢啊，你依家好多農藥啊等等等等依啲咁嘅污染重金屬咧，其實就係我哋每一日。都接觸緊嘅啦，即係 even 你吸氣，即係如果你喺好多地方嗰啲電油咧係不含鉛噶嘛，即係含鉛噶嘛，咁所以有好多呢一類型嘅咧，唔係經由你飲食入嘅，係經由你吸入去嘅。咁嗱問題就嚟咗啦，咁有啲位置我哋係避免唔到吸入噶嘛。咁你哮喘係咪即係等於冇得醫啊？咁其實就唔係。咁我一陣間我就會講有啲咩方法咧可以治理到哮喘嘅。咁首先我講咗個成因先啦。嗱，佢嗰個成因就係咁樣樣嘅。嗱，污染物即係話重金屬咧，其實咧佢喺身體裏邊咧儲存嘅位置咧，最主要係有兩個儲存重金屬嘅，即係會 trap 咗入去，好難走得翻出嚟嘅。第一個咧就係依個嘅肝臟，第二個咧就係你嘅大腦。咁好啦，大腦裏邊咧有一樣嘢咧叫做迷走神經嘅，即係大腦裏邊 function 咧，你身體所有各個器官都要靠依個迷走神經。迷走神經係好對依、對依個嘅重金屬係非常之 sensitive 嘅。咁好啦，如果你大腦吸咗好多依個嘅重金屬。
那個重金屬其實就會令到一耐咗，尤其是時間一夠，那個重金屬就會開始氧化嘅。咁如果氧化嗰個氧化物咧，佢身體咧就會有另外一隻咧，可能有隻壞菌咧係包疹。咁包疹嘅 virus 咧，有機會咧就會食呢一類型嘅廢物嘅，即係食咗嗰啲鋁啊、mercury 啊，即係嗰個水銀啊、銅啊等等呢啲咁嘅重金屬。咁好啦，如果假設係嗰個包疹病毒食咗呢一類型嘅重金屬，佢就會排泄咗一隻嘢出嚟咧，就係神經毒素嚟嘅。嗰隻神經毒素如果佢因為排走咗出嚟之後咧，佢就會經你嘅血液咧就循環去你身體各個部分。咁如果你嘅肺本身係弱嘅，佢咪造成哮喘咯。成個成因就係咁樣嘅啫，即係係一個好惡性嘅循環嚟嘅，即係。你如果你吸重金屬吸得多，飲你冇得避啊！譬如你有用石子啊，你有飲汽水嗰啲罐裏邊，佢其實都有少少鋁嘅分子噶嘛，你冇得走噶啦。咁但係 anyway 嗰個哮喘已經形成咗，咁應該點樣做呢？咁其實好簡單，我就大概同大家講一講。如果你依家係有哮喘嘅，第一步第一件事，你每一日起身。就一扎的西芹，一扎成扎的差不多，你每一日就喝450ml 的西芹汁，鮮榨的。咁我之前介紹過啦，有啲榨汁機咧，萬和榨汁機咧，你喺淘寶買咧，幾百蚊嘅啫。咁你就榨一啲西芹汁，每日一杯，一起身空肚飲。空肚飲啊，緊記，即係你連水都第一啖都唔好飲水住，第一啖就整杯西芹汁，一日一杯。其實西芹汁非常之勁嘅，咁我講一講 detail 少少點解西芹汁可以處理到哮喘呢個問題。最主要西芹汁裏面咧，佢有三隻成分，一隻叫 cluster salt， 咁另外一隻咧就係佢有好豐富嘅維他命 C， 咁跟住另外咧佢就可以清除重金屬嘅，佢有三個特性嘅。咁好啦。同埋佢仲有一個特性咧，就係佢充滿咗電解質嘅，即係同呢個補抗力嗰啲係唔同噶。呢個充滿電解質有四樣嘢啦嚇。咁好啦，你當你空肚飲咗杯西芹汁，跟住咧佢就會做幾樣嘢啦。第一件事，因為咧佢裏邊有含有豐富維他命 C 嘅，即係話咧佢呢只維他命 C 咧，佢就唔需嗱正常你依家你買嗰啲咧一樽樽嗰啲維他命 C 咧，你係要。去到個肝臟嗰度咧，個肝臟咧就要分解，即係有一個程序叫甲基化嘅。咁喺肝臟嗰度咧就要分解嗰個維他命 C， 等你自己去吸收嘅。但係咧西芹汁裏邊嘅維他命 C 係 pre 甲基化，即係預先甲基化咗，即係話一飲到落去咧，身體任何部分即刻可以吸收到維他命 C 嘅。咁如果你本身因為你點解會有哮喘，你個肝一定係差嘅。你的肝一定是差，因為你如果個肝勁咧，你就排得走嗰啲重金屬啦。因為你個肝差，所以你先至會累積咗咁多毒素流到周圍都係，跟住搭埋落去個迷走神經，你先至會有令到你有哮喘嘅。如果你飲西芹汁咧，你就可以第一件事咧就幫助到個肝，唔需要個肝做嘢就即刻分解到個維他命 C 先。好啦，第二樣嘢，由於佢佈滿咗依個電解質。電解質是什麼東西呢？人的大腦呢會傳輸所有東西，譬如你現在所有的 function 呢，你的手怎麼動、你的腳趾怎麼動、其實就是因為迷走神經由大腦那裡呢給個電荷去到你的手手腳腳嘛，那你的手手腳腳才懂動，因為有 signal 嘛，很微弱的電流。如果你本身那個電解質那個迷走神經是受到損害，因為重金屬，那佢嗰個接收個能力咪差咯，即係話如果你迷走神經係有少少發炎嘅，由大腦傳輸去個肺嗰度，個肺就會話俾個迷走神經可能就有發炎，就個肺覺得好痕，所以就咳。咁點樣樣處理西芹汁裏邊咧嗰個電解質咧，就可以咧令到迷走神經傳輸電力嘅能量係改善咗，即係話大腦。是佢本身不想個肺咳嘅，可能是咁樣樣。咁跟住咧，佢本身佢就傳輸唔到落去嘅，因為
個迷走神經疏咗嘛，因為有重金屬喺度攪彎咗佢嘛。西芹汁咧就一方面咧就可以搲走嗰個重金屬，另一方面咧就幫助你嗰個迷走神經嗰個電荷啊，即係腦裏邊去到肺嗰個電荷咧，令到佢正常翻。咁就即係話咧。個肺如果唔想個個腦唔想個肺咳咧，個肺就唔會咳啦。咁但係因為依家係彎咗嘛，中間嗰個橋梁係彎咗，咁所以你咪不停咳咯，不停氣喘咯，不停個氣管不停收縮咯。咁最主要係依幾樣嘢，個西芹汁咧係非常之有用嘅。另外一樣東西，你就可以買依個牛初乳。牛初乳咧亦都係空肚飲嘅，但係就唔需要，你就同嗰個西芹汁咧分開。即係如果西芹汁你第一杯你係飲咗先，譬如你係。夜晚飯之前你就飲牛初乳，或者臨瞓覺之前你飲牛初乳都可以嘅。牛初乳咧，其實佢有一個 IgG 同埋 antibodies 咧，咁其實呢兩樣成分咧就係非常之抗炎嘅，即係話如果你本身咧，你個氣管裏邊係已經有輕度、低度發炎，係因為嗰個嘅重金屬，牛初乳就幫到手啦。之前講咧，嗰個西芹汁咧就可以幫你搲走嗰啲重金屬啦，牛初乳咧就可以幫你抗發炎。咁呢兩樣嘢咧，仲有一樣嘢，西芹汁裏邊有一隻 cluster salt 咧，都可以抗菌抗炎嘅。咁加埋牛初乳咧，其實依兩樣嘢已經改善咗差唔多七八成噶啦。咁仲有啲咩嘢你要做嘅咧？嗱，牛初乳咧，我會擺埋喺呢條片嘅下低。咁我因為好多人問我啊，點咩叫條片下低就係嗱，下低呢度咧你縮細條片咧，跟住。底底呢度有一個叫顯示更多，你撳落去咧，我擺埋啲 link 喺嗰度噶啦。咁啲 link 咧就是 iHerb 嘅，咁你可以買之前咧，擺曬購物車，跟住佢要有一個折扣碼嘅，咁你可以打翻呢個折扣碼啦，就有5% discount 嘅 ESET FM 572。咁跟住咧，你就可以買埋依個小球藻粉。小球藻粉咧就係專門要嚟排毒用嘅，尤其是你身體。重金屬中毒，小球藻粉是 very good 的，你可以日日飲一羹嘅，即係日日一兩粒，食飯之前咧就可以食，跟住佢就幫你吸收咗咧你本身你嗰餐飯裏邊吸收嗰啲重金屬，同埋你血管裏邊嘅重金屬咧，佢都會搲翻出嚟嘅。咁你如果你嘅重金屬唔拎走咧，基本上咧你嘅哮喘係好唔到嘅，好難好嘅。咁最後一樣嘢就係 quercetin 咧就係 for 依個嘅。即是洋葱素啦，洋葱素咧就係for依個嘅所有嘅炎症，佢可以幫你舒緩嘅。咁呢四樣嘢加埋咧，其實就可以幫你大大改善咗你哮喘嘅症狀，尤其是最主要咧，我可以咁講，最主要係依個西芹汁同埋依個。其實四樣都重要 ，quercetin 係反而我覺得四樣裏面最冇咁必要嘅，其餘嗰三樣嘢我都覺得係必須嘅。即係你如果你真係哮喘，你就試咗頭先嗰三樣先，咁你睇下可唔可以改善到你嘅情況。咁通常咧，尤其是個西芹汁加牛初乳咧，你試兩個禮拜到咧，基本上你。嗰、那個喘嘅症狀咧就好翻好多噶啦。咁如果大家係想多少少資料，你就可以咧揾多少資料係colostrum 或者 celery juice for 依個 asthma， 咁你就可以揾到好多醫學文章係點樣樣可以醫翻好啦。咁當然啦，咁嗰啲係比較深嘅。但我總結咗今即係哮喘點樣可以令到你嘅哮喘咧改善到就係依幾個方法啦。好啦，我哋依一集咧就講住咁多先啦。咁記得啦如果你有哮喘的朋友就記得 share 俾佢啦，咁如果你鍾意我呢個頻道嘅記得撳埋呢個訂閱掣，俾個 like， 撳埋個鐘啦。咁我哋呢一集講完咁多先啦，下集再講過，拜拜。